呀，咱家小伙伴想让你挑战一天只吃瓜啊！我也不爱吃瓜呀。不什么不，咱家小伙伴让你吃瓜，你必须得完成，要不然呢就不给你点小心心了。我的意思是，我最爱吃瓜了。安排早饭，我们先给小胖做一个哈密瓜水果捞。哇！啊，好甜呐！然后再给小胖来一盘冰冻西瓜。妈耶！啊！啊，太凉了。到了中午，咱们就给小胖来一个金灿灿的香芋地瓜球。哇，这也太好看了，老贵了吧？贵不贵的呀，就不用你操心了。前两天呢，我把咱家闲置的用不上的旧手机放在一个叫转转的 APP 上，全给它卖出去了。在这上面卖手机啊，不光价格高，到账速度还快。我把这些钱呢，全给你买好吃的了。还能有这好事儿？我瞅瞅。你看，点击转转，点击高价卖手机，然后根据你手机真实情况，如实填写信息，就能免费估价了。主要的是一键下单，顺丰就能免费上门取件。现在点击左下角就能领取平台限时福利哦。还有这好事儿，我得去找找，看看还有没有能卖的旧手机。着什么急呀？你得先完成小伙伴交给你的挑战任务。一会儿啊，我陪你一起去找。好嘞。嗯，太棒了。晚饭吧，就给小胖来一个南瓜粥。啊，今天吃的真是太开心了。